当够礼貌啦，无啊，讲伊讲我骂。我还听袂落。嗯，好啊，那呢，咱就落去收你啊。加分青铜啊，可林，咱来走。好。等嘞啊！你唔免倒收，阿牛最近走。过年哪有人咧收啊？年年有余是无听过啊。哦，无好啊，迄鱼仔留落来，啊，不过其他爱收的。啊，无我留落来倒收啦。无喏，正常女子主请食饭的时阵，伊嘛不会倒收啊，家己收。恁真正是，无啦，兄弟啊，阿妹啊，恁拢无意见咯哈？无过年无同款，你今仔日这么辛苦，我给你倒收五分钟。哦，这赞五分钟，咱就负责其他的话。啊，你看，还是家凤有良心啦。好啦，无简单的交予恁啦，后边我来处理啦，哈。嗯，好。来，开始。倒酒啦啊！今天我够乱嘞。三龙，啊，你等一下要回去啊？是啊。啊，唔免啦，苏三哥家阁有一间房间，你会当到遮。袂用钱啦。是安怎袂用钱啊？内底拢苏三哥的物件啊，侪了。而且无阮使同意，其他人无法度入去啦，啊。阿伯也无安尼讲。无要紧啊，我等下就等饭店困啊，真紧啊。嘉芬，啊是要要倒拢来咱遐坐坐无？恁遐毋是南滨子部？恁毋是拢来过，搁南滨子部？啊，无同啊，阮是厝边啊，而且阮去拢是有任务咧，毋是单纯去遐开讲。啊，洪文珍啊，你敢嘛想过主动啊？去恁遐经过阮小妹同意咧，你即摆是哪？文珍，大家哦拢忝啊。哦。对啊，我就忝啊呢。好啦，恁小朋友忝嘛，想要休困啊，无咱来走。啊，不过遮拢还袂收好呢。是喏，不要紧啦，这全部交我处理，啊你好好回去休困啦。那你就麻烦你啊哈。阿德龙，你嘛快早休困啊。文珍。多谢你今日邀请我来，我生阿种欢喜。以后吼，会当天天来找阮耍。好来，紧转去啦吼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拜拜。阿伟，你是不是写错啊？哈？我倒手啊。你我唔倒手啊。不是。你要不要吃饱啊？我头发跟我讲，不你想哪啦？坐下。感谢你啊，加只歌，像安尼兄弟啊，就麻烦你倒收啦吼，收收后边洗洗。好啦。那咧，真正讲我，你啊，倒收啊。别样，我教你。别样，你啊，我第一天过咧，这话塌塌的啦。村的话 ，QQ， 来 ，QQ， 这 QQ 啊，对，啊一包的，啊提来最多呀，提我来就，来，提下去，哎，我分担你家村的菜，我倒落。迄水呛呛的，啊，呛好先去了，再用这哦洗发精啊，啊，洗洗露面，哦，洗好啊，再内底捞菜哦，搁啊捡好先去，等下只，啊，再搁用水啊呛呛的，水煮啊呛呛的，安尼好啊，样。来，请我，来。过来，过来，阿弟啊，啊，你叫伊洗啊，是要洗啊天光啊？啊，无嘞。啊，伊当属地面来晓啦。别紧，来，得了嘛。你人客啦，阿无来坐一下，我来处理。好。兄弟啊，麻烦你会议啦，再来处理啦。好。好嘞。你们。感情就好诶，哈，干嘛去结拜啊？
啤酒啦，你叫我来陪你哩。洗脸碗啦，哪洗啊？我煮完了，阿妹，我帮你提一罐来。饭食完过害羞，谁敢食？你就是想过好命，敢那动嘴，厝内底代志，恁妈就替你收好啊！哈，你较早嘛是少奶奶，你嘛唔免收啊。是啊，应该有人替你收吧？无，厝内底代志我无兼做。哦是哦，哦那安尼我甲你比起来，算是较好命一点点点啊。我来提酒，哪哪干哪哩？那是新郎去提，我了准是问真姐开嘴呢。你是讲啥？我什么时阵人设是酒鬼啊？是哦，你的人设就是爱饮酒，佮爱食零食，有酒胆，没有酒量啦。你讲啥？我跟你讲，我饮酒是脑酒鬼，巴肚酒坑，看好清楚哦。不，那徐欣彤，你谁是酒销售？我为什么爱做酒销售？啊，都叫在讲丽娟要跟我许金凤伊两个人出去耍的时阵，你抬头都怪怪。哪有？我有甲因亏哦。啊，不过你亏完了后，峰哥本来是讲两人旅行变作自强活动，你是挑工要破坏因约会哦？我无迄个意思，好不好？而且自强活动真好啊，明仔袂开始交往，大家做水去佚佗，毋是较好？啊无两个人会足尴尬的。这种代志小女生不懂啦。啊无问真姐，你甲风哥出去，敢袂尴尬？尴尬是袂啊，小妹有春啊。啊，不过哦，许金峰甲丽娟因两个人出去耍哦，我想迄气氛一定会足好诶。差不多就好啊、哦。好啦好啦，那你讲你啊，亲家粉，你卖叫是你会当坐伫遐看戏。拄则你明明就真关心郑德龙，啊，啥物拢袂讲话啊？明明就是你关心伊、你酒醉啊？我哪有可能啊？无啊，这个时阵啊，你甲关心的一句话是较赢别人讲百句话。应该讲我拢讲啊，我是要讲啥？无，你甲阮讲你是安怎做伙？来来来，阿伯来，先饮酒，啊，喝酒听故事，来来来来来，耶，喝酒听故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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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故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较冷静诶。就是有一届我去参加企业实习会议，我就挂行李，想要把行李放伫个置物柜，谁知我无零钱。就拄仔看到伊伫边仔咧等，就想讲摕我钱，甲伊换零钱。伊就讲，我是安怎要换零钱互你？阮两个就冤家啊！后来我离开了后，谁知影阮伫咧会议上就拄着，就豆豆开始联络。对对对，我会记诶。第一当有甲我讲，伊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伊是一个生活白痴，啥物拢袂晓，更毋捌去过夜市啊！我著真好奇，即个人是安怎安尼，后来才知影伊是富二代。即个当讲，我甲伊的生活真正是差真济。哦，贫穷真的会限制人的想象。原本两个无同款世界的人，想要做伙哦，确实是足辛苦的。小妹妹，即个故事是甲咱讲。唔通伤过好奇，啊，那无会出代志。你别教歹囡仔大细，我这叫做很会抓重点。好啦，我差不多啊，我来等啦。林玉等一下啦。这红包给你。唔免啦，加分姐，我家己有咧趁钱啊。你有做礼修啊，非得我会为你阿公那边偷的。谢谢。等下，我阿公无咧趁钱，佫会包红包给你呢。啊！你怎逐个月拢有事务费啊？袂用啊，又讲过啊，迄钱袂后袂开，无会去食迄个免钱饭的。好啦，谢谢嘉芬姐，好，先来这哦。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，林主啊，来来来。今日多谢您啦，我算个真欢喜。
那呢，我先来走。好，孙家啦，啊，新年快乐！啊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孙家，新年快乐！你要大家过来哦，过来。你在讲啥？你叫那德龙再过来，你，你是好气，遐你气死啊！死的也无路用啊啦！我讲啦，即摆甲后壁迄鼎甲我食了啦，听到无？哎，阿健啊，就怪迄个三八问真的，甲你亲戚带来吃，真正是。我其实哦，感觉伊嘛真可怜，为管老母。啊，不过伊有勇气的事迹哦，这点我真正佩服伊。佩服啥？伊吼生了就是要做迄董事长的啦。你是无看到伊拄只，连我都袂晓说呢，免提甲么可怜啦。啊，不过你想看，爱过迄关哦，一世人拢去用控制人，真正真正足辛苦的。嘛，我了解着较早加分哦，是过甚么款日子？唉，即马加分就互断路，找无头路啊！阿弟啊，你有拍算要安怎？还是你爱我风格？替你去处理迄、那个啊，你的总经理无啊？莫搞，代志愈务愈麻烦啦。我想一定有出路的啦，等过年过再讲。好啦。这啥？干你的？要紧哦，这是德龙的皮夹呢啊！啊，即马该敲电话叫伊转来摕啊。免啦，找无时阵该就转来找啊。无啊，啊伊即马若坐客人车，身躯无钱是要安怎？放心啦，伊会敲电话加分啦。喂，紧啦！哦，喂，郑总，你皮包落伫阮兜啦，紧来摕啦。我已经伫车顶啊。明仔载过去，多谢您。喂，你讲伊明仔载搁要来？明仔载才搁来 ？Tomorrow, one more time. Welcome. 你讲啥？你真正是拢是厉害，我你都是厉害啊 ！Welcome， 卖过来啊啦！我讲不准，我无想要搁看到迄个德龙，知无？啊！拜拜拜 ，Welcome。Opa!